好，各位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怎么把 T 恤或是军内衣收大，就是旅行非常常用到一个收法。那这个是来自于美军的一个 101的教学，它叫 Ranger Rule。那其实很简单，你先把你的 T 恤摊平，摊好摊平之后，从底下往上翻，好，反折上去，好，记得左右要对齐，腰齐。哦，正面反面都要有整齐是平的，好、哦、压压看，不要有凹凸。手袖口折进来，这里也折进来，然后折一个三等份，折再折。这个时候把它反过来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卷，然后确定一下没有什么凸起物，然后你。可以卷，用力一点，然后让它卷得不会太凸，然后左右同时卷。那卷到尾端之后，你就可以使用你刚刚反折的地方把它套回去。好，那就完成了 Ranger Road T-shirt 版，很简单。不只是只有军 T 呀、啊，那我们来挑战看看球衣好了。那球衣这个也是一样，往上反折，哦，反折，袖口折进来，折进来，然后一样三等份，转过来，确定平的，开始卷。那、啊、这左右的时候，其实要注意一下，这样才不会在你在反过来的时候会这种太凸。球衣完成。